可能是因为变了环境不适应，赵全的病呢，就突然大发作了。他挣脱了护士，一个人就跑到了楼顶上去了。就c'est pas normal qu'il soit parti comme ça. C'était un type bien. C'est pas normal. Hey, Li Huolian 呢？不知道，最近我们也看不到他人影。哦，我回来的时候碰见他了。他说他去找工作，然后呢就神神秘秘的进了一家咖啡馆。我走过去一看，里头已经一群人聚在一起了，嘀嘀咕咕的，不晓得在商量啥子。 我在政教授那里听说，无政府主义者认为陈露是两面派，当面说支持学生，其实背地里勾结法国警察，镇压和驱赶学生，以至于有些人放话要效仿荆轲刺杀陈露。这个李火莲，他本身性格就暴躁，我现在真的担心他，不要掺和进去，做出什么傻事来。嗯，荆轲是谁啊？ 吴豪兄，我在法国北部很安全，中国的工友们对我严密保护，不走漏一点风声。他们称呼我先生，不让我出去做工，留我在工棚做饭和打扫卫生。我还给他们读报、讲课、代写家书。这些可爱的工友。 钟先生好啊！我是蔡和森，这位是向景玉，这位是李荣志。哦，是留法的学子回来了。虽然是败军之将，但也不必满面秋风啊！你们仍然是英雄，应该受到欢迎。来来来，屋里坐。哎呀，我这个地方是我临时搬过来的，比较乱。你们随便坐啊，随便坐。钟先生。哦。 这是我们从法国给您带的礼物，您看看。哟，哎呀，好的好的，有用的有用的，谢谢你，来来来。向景瑜啊，早就听说了，巾帼英雄是吧？听说你们在法国已经结为连理了，举案齐眉，和如情色，祝贺你们呐！<笑>谢谢钟普先生。 我们一直都在学习您主办的新青年，您是我们的领路人啊！哎呦，李隆志啊，一员猛将，我听那个小赵师演讲，你是一条毛茸茸的大虫，喜欢喊打喊杀，没那么严重，这个家伙他给我夸张了。
哎呀，三位都是乡人啊，湖南真是出人才啊。我在日本啊，我跟孙文讲，我说湖北不出人才，哎，结果那个黄侃在隔壁听到了，跑过来就对我吹胡子瞪眼。先生，延年和乔年在那边。哎，孩子大了，他们的事情由他们做主，我们谈我们的。哦，蔡林斌，早就听毛泽东介绍过你哦。我还把我们两个人的通信发表在去年的第四号《新青年》上面。先生，您的回复我早就拜读过了。我提出啊，马克思的精髓在于综合革命说和进化说。我知道，您对我的提法不太满意。经济制度的革命啊，是创造历史最根本也是最有效的方法。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等同于自然进化说。啊，先不谈理论了啊！听说你们在法国啊，经常争论，吵得不亦乐乎，现在是风雨同舟，成为难兄难弟了。自从反饥饿请愿失败以后，我们就联合了，这是好事情啊！只有通过社会的实践和斗争，才能找到通往真理之路。在法国，他们没有挨饿吧？他们饿是免不了的。不过我们大家条件都差不多，所以就不觉得穷了。啊，这个他们兄弟两个从小是在安徽农村长大的，我也没有顾及他们。说句老实话，我这个做父亲的不太称职。先生，您对他们的要求太严格了，从小就让他们秋着凉水吃大饼，冬无棉被夏衣褴褛啊。我是想让他们能够早一点经风雨见世面，日后能够成为改造旧中国的栋梁之才。现在看起来心是狠了一点。都说慈父慈父，我这个哎，不说他们，不说他们，还是继续谈我们的。啊，先生，里昂大学这次抗争，我们虽然失败了，但是，让我们力量拧在了一起，让我们血液留在了一起。失败不见得是件坏事情。我在广州啊碰到孙文，他就跟我讲，说他这个人不善处成功，而善处失败。越是失败，他的精神就越焕发，这才是做大事成大业的秉性。我们共产党人啊，要向孙文学习，要勇往向前，永不言败，不怕吃苦，不怕杀头，越败越勇，越挫越强，中国革命才能成功。我听说你在法国是硬啃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啊，坚持搞翻译工作。译的怎么样啊，黄 C？ 俄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我是看了不少遍，倒是想看看你这个法文版的有什么不同啊。让先生见笑了，我的法文不行，在翻译的工作当中啊遇到很多困难，不过还好在法国有很多人能帮到我。延年和乔年的法文不错，其实你应该找他们帮一帮。先生，延年还真帮我大忙了。啊，我刚到法国的时候啊，肖子章要翻译国际歌的歌词，我们几个人啊就抱着本字典硬啃，可刚翻译到第三句就译不下去了，我一个词一个词的对照，结果只翻译出啊火山口下的岩浆在呼呼作响，大家怎么看都觉得不对，我们就四处询问，也不知道怎么的就转到延年兄那儿去了。啊，他和他的朋友，他和他的朋友叫修毕修韶，哦对对，毕修韶，他们两个人大笔一挥，信手拈来就一句，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真是神来之笔啊！太好了，这小子。哎，说好不谈他们，怎么又谈起来了？我们继续谈我们的啊。
先生啊，我们现在还没有入党，这个不是问题啊，我可以做你们的入党介绍人嘛。你们通过了这次斗争啊，离组织是越来越近了。谢谢钟普先生。哦，谢谢，谢谢先生。年轻人啊，你们要坚定信仰，要百折不挠，无论什么情况发生，一定要坚信英特纳雄奈尔一定会实现的。我们坚信英特纳雄奈尔一定会实现。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守护的人，刚才在那边做什么？没有法子呀，这就是闷得慌，几个朋友聊聊天而已，没事。那个，我还有点事儿，一会儿我来找你啊。哎，回去就回来，别担心，没事儿，真没事。Merci. Thomas Ahude, ministre Landru. Bien, monsieur. Merci. À demain. À demain, promis. De sa vie. L'enquête en cours n'a pas montré que vous étiez visé. Nous attendons les résultats. Pardonnez-moi, monsieur, mais nous avons besoin de plus de temps. S'il vous plaît. Le résultat est sorti. Vous avez le résultat? Oui.La balistique est formelle. Vous avez effectivement été visé. Et l'étude de la balle montre que nous avons affaire à une arme volée. 黑枪？那一定是勤工俭学生干的呀！咱们得罪的只有这帮人。我想也是他们。只有他们才会这么干。Pas de conclusion hâtive, messieurs. Nous avons besoin de poursuivre l'enquête pour tirer des conclusions et éventuellement envisager d'appréhender un criminel. 不能下结论。那以后出了任何问题，唯你们是问。他们也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Rassurez-vous, messieurs, nous allons renforcer votre sécurité. Merci. Vous partir. Vous avez vu 今天报纸了吗？看了。那么大的事，到底是谁干的？现在公使馆已经放出风声了。说那凶手可能是捡学生，他们又在造谣了。我觉得啊，这次还真的有可能是我们当中的人干的。谁？火莲。啊！火莲最近老是跟一帮无政府主义的人混在一起，悄悄咪咪的，好像在商量什么事情。回来之后也不跟我们说话，就连行踪也鬼鬼祟祟的。就在陈露被刺杀的当天晚上。
他根本就没有回来，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慌慌张张的回来。问他去哪儿了，他打死也不说。那他的枪是哪来的呢？无政府主义的人神通广大，肯定就是他们弄来的。糟了，虎林脾气那么大，真怕他再出什么事来。是啊，现在就找不到他人影。周大哥，啊，西贤。周大哥你好。赵玄的事情我听说了，太难受了。你也知道了。周大哥，我要跟你说件事情。说吧。前几天发生的暗杀陈露的事情，很有可能是李火莲干的。你有根据吧？有，我分析，他的背后肯定有一帮人给他出主意。李火莲他本身就性格暴躁，而且他跟赵全的关系又那么亲，他就是想杀了陈露，给赵全报仇啊。杀一个陈露，只能是解气，他救不了中国。他这是意气用事，要不得。这样，找到他之后，第一时间通知我，我来跟他谈。好的，好的。西贤，一个人的力量太弱小，社会的不公正到处都是。我们只有团结起来，用集体的力量才能够改变中国，才能实现国家的公正公义和社会的繁荣富强。周大哥，我觉得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拿去看看。中国共产党今年七月在上海正式成立了，陈独秀先生担任执行书记，这是党机关的第一批刊物，大家传看一下。好，好的。谢谢，谢谢。龟儿子，跑得比狗还要快。这个李火莲，他还能胡闹呢？他再那么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我们来就是想向郑教授请教一下，如果这个事情真是李火莲干的，那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会有啥子后果嘞？行刺外交官，最高可能是绞刑。啊！天老爷嘞！郑教授，火莲的事我们已经跟周恩来大哥说了，他是会帮我们劝劝火莲的。可就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根本就看不住他。我们几个平时都要出去打工，要是再留一个人看火莲，恐怕我们几个又没饭吃了。让这个李火莲到我这儿来吧。到您这里来？我在准备我的论文答辩，
很多日常的事务的确是没办法处理。这李火莲能来法国读书，学问总有的吧？就到我这儿来，帮我整理一下文书，收发信件。有您管着他，那真是太好了。哎呀，那真是太感谢甄教授了。谢谢谢谢。不管这个事情是不是他做的，他总需要避避风头，也让这小子冷静冷静。现在就找枪，我看找到了你还说什么？要是跑进那儿，且走，走！你别放我东西啊！快点走！徐谦，你别放我东西！走！别动！你别动！别动！别！放我不得！放我不得！没有。有枪吗？周生，你还是放开吧。不能放，放了让他跑了咋办？我不跑，你放开。哎呀，火莲，火莲，我们四个是不是一起来的法兰西？那我们四个是不是该一起回去？赵全已经走了，我们不能再少一个，你知道不知道？啊！回去住呢？你看这，我怎么回去啊？我一回去，我就老想赵全。那你为什么去陈露公寓？还有。你到底是不是去刺杀陈露了？你跟我们说实话好不好？你倒是说话呀！啊！我们去问过郑教授了，刺杀外交官，重罪，会被处以绞刑的。鬼二字，你听到没得？我们为什么要来法国呀？学上不了，工作找不到，
现在连命都要搭上了。老子不就是想让日子过得好一点，怎么就这么难呢？我真的很想赵全，天天想。像咱们四个在夫子庙学法语的时候，我一想到这儿就疼。他妈把他托付给我，我现在怎么向他妈交代？虎莲，赵全走了，我们跟你是一样难过的。虎莲，这几天郑教授那儿有份工作，是文书工作，你就去吧。我不去。那，你看，你也不能总是住在这儿吧？行。华侨协社，你不想回去，我们理解你。但是，郑教授家，那也总比这儿强，对吧？胡莲，西贤说的对，文书工作呢，你又不是做不了。再说了，跟着郑教授，还能多学一点法律方面的知识。我跟齐贤最近也没找到工作，你非要住这里的话，我跟齐贤就得来陪你，我们三个人那就只有被饿死了。怎么样啊，你就说个话吧。你看这么好的机会，你就答应吧。啊，我去。我们说好了，到了郑教授家，那一切一切都要听人家郑教授安排。我们真的不能再给人家添麻烦了，啊。胡莲，你这个人呢太容易冲动，你当着我们三个人的面做个保证。你说话呀，你就做个保证吧。我保证。啊，他们说呀，我们已经预支了三个月的经费，现在资金困难，周转不开了。不出所料啊！啊！哎呀，大哥，你说里昂大学我们帮了他们多大的忙啊！啊，一生丁的酬劳都没要。哎，陈露真是个忘恩负义之徒啊！哎呀，兔死狗烹，看来我们现在也成了程璐要对付的人了。是啊，那怎么办？那就让他重新意识到我们的存在。我真没想到，学生们对刊物的反响非常热烈。有的人刚拿到刊物就问我，下一期什么时候出版？我一定把这个消息告诉艾克先生，他一定非常高兴。
Revolver Archangel in photo de mon cousin. Tu as la pellicule? Pellicule Alpha. 是爷。罗生同志，你好。正好轻装上阵。前几日在北部打扫战场。啊，是啊。那儿啊，活危险，干的人少，也不检查拘留证。哎，那儿的华工又多，可以帮我打掩护。你看看他这身打扮，像不像一个西班牙战士？我在德国收到你给我的信。我非常担心，我听说你们那的华工经常意外死亡和受伤，到底怎么回事？主要是地雷多，战争时候埋的。我在那儿待了一个月，死了4个华工，伤的就更多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肮脏的战争，祸及中国。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我们的华工还在遭殃，就这样，他们还不承认中国的战胜国权益。中国不革命就不能自强，中国不自强就永远会受欺负。哦，对了，国内有消息吗？蔡和森他们怎么样？是这样的，蔡和森、李龙志已经和我党取得了联系，陈独秀同志亲自吸收他们成为中国共产党员，陈毅等人被送到了北京的中法大学读书。那他们这是因祸得福了。我们法国的组织建设是不是也应该加快了？我们最近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哦，他这一回来就步入正题啊！啊，您快快快快快！是这样啊，里昂大学抗争失败之后，勤工俭学生们的情绪一直被挫败感所笼罩着，他们觉得顺从没有希望，抗争没有出路，尤其是大批学生被遣返这件事情，使得剩下来的学生对法国政府彻底失去了信心。他们觉得知识救国、科学救国的梦彻底破碎了。虽然我们的代价是惨痛的，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扩充组织的最好机会。我们应该抓住历史机遇，尽快把团组织建立起来。我已经和李和生还有李福春、王若飞谈过一次，他们也这么想。比利时的聂荣臻、何昌工还有刘伯健，他们也没有问题，一定会来参加筹备会。啊，对了。你还记得宗旭之说过的话吗？他说他要建立自己的党派。他现在已经开始付诸行动了，而且有一些学生已经开始跟随他。他们有权势和金钱在做后台，我们没有。不过，在这场角逐当中，谁能占上风，有两个人尤其关键。谁？陈独秀的两位公子。乔年一直在参加我们勤工俭学会的活动，没有问题。关键是陈延年。陈氏兄弟因其父的名望，再加上自身的才学和品行，在勤工俭学生中颇有声望。这两个人文笔又很好，读者很多。如果我们把这两个人彻底的争取过来，我相信组织的壮大一定没有问题。只可惜这兄弟俩与其父的政治观念不同啊。陈延年的事儿，还是交给我来办。好，刘总同志，你的特赦令很快就可以批下来。什么？这是大家多方运作和努力的结果。谢谢，谢谢。不过我要提醒你啊，你的特赦令很快就要下来，但还没有下来，通缉令依然有效，请你出门在外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对，对付法国警察。我还是有心得的。嗯，c'est pour vous？
陈独秀先生在上海被捕。 没有啊，但是刚才有一个老巡警跟着我，我绕了好几圈，终于把他给绕丢了。沈岩哥哥，我们的大小姐斗争经验很丰富嘛。啊，才不是呢，我这是被逼出来的。我哥看我整天不在家，他就对我起了很大的疑心，所以我只要一回到家，他就问东啊问西，哎，烦死了。你哥是爱你。嗯，或许吧。哎，我吃着呢，饿死我了。哎。 你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呢？一心好好读书，将来一定能成大器的。严复、辜鸿铭、胡适，都是博士，可他们只会空坐书斋，他们挽救不了积贫积弱的祖国。 可最起码人家有著作在身，桃李满天下呀。可你们两个呢，每天就革命革命革命呀，最后落得个东躲西藏，连肚子都填不饱。天空没有翅膀的影子，但。 我已飞过，我的幻想是一群萤火虫，活跃的火花，闪耀在黑暗里。路旁的紫罗兰吸引不了那些疏忽的目光，它的声音却在零星的诗句里呢喃。 在这沉寂、晦暗新的岩洞里，梦用白天沙漠里旅行遗落的断片，营造香潮。春天撒播花瓣，不是为了未来的果实，而是为了这一刹那的妄想。从尘世微微中解放出来的欢愉，涌进无数花丛。 凌空飞舞，已经那一日之欢。如果你因错过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我不能选择那最好的，而是那最好的选择了我。 Tiger 的诗就是给你俩写的。亚萍，郑教授的生日宴会都有些什么人来？听说都是各界的名流，具体有谁啊，我也不知道。 火莲这个龟儿咋个不来帮忙嘞？他可是个壮劳力哦。教授怕他留在这出问题，早就把他支走了。支走了？知道哪里去了？他给北部的一些华工送法律文件去了，今天走的，迟早也得两天回。这样啊。 嘿，啥工具？不晓得。嗯，火灵最近经常画这些东西，可能待着烦了，随便画画吧。哦，请进，请问是？
谁送来的？刚才一名法国人送来的。哦，他送来一封便签。你没有问他，谁让送的？我问了，那位法国人说是一名东方人让送来的。我问他长得什么样，他说你们东方人长得都一样，跟我差不多。好，你去吧。好，谢谢。